小韩猪零三，哇，现在刚刚没有电了。压到一个石头，呵呵，没电了，耳机没电。哇，现在没电，没办法讲话。啊，刚那个 BMW 很畅顺，结果还不是要跟着塞？不爽重机的路权跟你们的一些次轮专用道啊，越来越接近了啊。可惜眼红啊，认命吧。这个是迟早的一天，你们早就用了中山高42年了。哦，那你啊用细长龟当啊，全台第一条高速公路被人玩用到烂了，40多年了。机车、大型重机，什么时候过 WHO 的？2000啊，2002忘记了。到今嘛未通用嘞，十年嘞。三读通过10年了，到现在没得用，说我们干不干？干死了！路现在路权才是真正的同权，用路平权，慢慢的平权，所以不用眼红啊，因为总有一天也会骑到，有机会骑到重车的。重车是每个人一生能最接近。用最平价的平易近人的价格拥有一次超跑梦，超跑性能梦。结交车友不是很好吗？对，一个人开车多无聊啊，然后怕东怕西， A 柱 B 柱三 C 柱，现在新的名词三 C 柱，呵呵，太屌了。三 C 柱就是你一台汽车已经有左 AB 两边柱 AB 柱了。三 C 柱是什么？就是你自己在驾驶之后看手机又多一个柱子，手机又多一个死角，又是一个死角柱，三 C 柱。你的手机就是一个柱子。好像还有一只测速的，
跟上来哈。其实大家都要超习惯了。塞车了。
鲍鱼的南回，很奇怪，鲍鱼中的南回。
太大了，水乡泽国，那阿派去啊。Seven。
的厕所，应该没有吧？刚全身都水分，对不对？赶快进去里面吹一下冷气。好，要去里面吹冷气吗？好，好。哇，见到本人了耶！电五颗电池电量都会为你一个庐山。白色的后方。啊，没有，这是我的气胶套。没有租的，可以租的。我咧，搁耽误你的时间，还是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耶！摸日历站，哎呦！而且我们现在也都没有空了。对啊，对，就这样。OK OK。你车几点租？啊，是租一天。对，租一天。嗯，晚上八点再还就好。啊，走。差不多啦。好好时间了。嗯。你也不能太晚回去嘛。哎，没关系，我已经给他帮完。等下先拍你的跟林山。哎，你喝点咖啡。哦，我买了，我买水嘛。身体还好吗 ？OK OK， 我昨天也淋整天的雨。对啊，这为什么？因为那边好像肯定也在下雨。是哦。嗯。你要看吗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好，准备好，我们有每次跟啊。